大家好，我是轩渊。由于第一天开仙界的时候储物袋次数提前用了，所以现在才能开七小世界。啥也不懂，就听说仙点子民，仙点子民。原来子民是用来加进度条的。无聊的过程咱们跳过。我猛猛点，然后猛猛领奖励。原来这就是天道节点。子民太多了，点不过来。开始点子民。好爷，小世界投影。这个是抽仙诀和大陆的，应该要提前点开吧。考验欧气的时候到了，好像欧了，但没有完全欧。哇，这么多凤仙缘。优点吃灵气，这个天象好像也很重要。这个天赐福源好像是最好的。由于没有天象玉了，只能委曲求全。直到下午才造化时代四，小世界往后也太慢了。